大伙儿跟着音乐摇摆，还不断随着台上歌手哼唱，但在人群中怎么出现了闪闪发亮的东西？仔细看看，天哪，竟然是一条比手臂还粗的黄金蟒。饲主将它带进场后，就这样披在前后民众的肩膀上，没看到还没事。部分民众见状吓得睁大眼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。但说也奇怪，饲主是把黄金蟒带出来做什么？基隆市在5月25、26号周末两天，于国门广场及海洋广场举办爱与摇滚音乐季，不止请来饶舌情歌男神高尔宣来表演，甚至还有金曲乐团迷先生，演出阵容强大，单日就吸引破万人入场。这也难怪有饲主想带着心爱的宠物黄金蟒一起来听歌摇滚一下。不过这行为还是引起不小争议，有些人认为虽然黄金蟒没有毒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会害怕。饲主若是真的想带它出来透透气，那么还是挑一下场合会比较好。东森新闻吴彦君、崔欢，金融报道。